今天这个扮相是谁呀、啊？能看得出来吗？看不看得出来是谁？我已经给大家发了一个福袋，大家赶紧参与抽奖哦！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！貂蝉错错中之错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 cos 的这个扮相，我今天角色扮演的这个扮相，我今天不是貂蝉，貂蝉那个贱人，他怎么可能有我的美貌十分之一啊？你居然把我猜成是他，你再猜猜我今天是谁？猜对有奖，我们的福袋发了吗？我们看一下，发了发喽，咱们的福袋哦，我们的福袋已经上了，是什么？是一台平板电脑，只需要大家关注直播间，都可以参与抽奖哦。来学技术了，没错，今天我是谁？我是王者荣耀里面的一个角色，猜对了吗？看看这粉粉的耳环，这粉粉的扮相，这么妖娆，这么美丽，这么诱人，还有谁？把他的名字打在公屏上。今天我将来一把我自己的教学，这两天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的练了很久，玩我自己我还是很在行的。有没有小伙伴想要我来帮你上分的呀？可以把你的号交给我哟，你们待会儿扫码即可哟。我们先来个开场舞好不好？来个开场舞之后即刻开始我们的扫码上分。不知道第一位幸运儿是谁，准备好你们的手机，今天我们在 iOS 区的 QQ 区，打开你的 QQ， 待会儿跳完开场舞我们直接上 QQ， 你们拿出 QQ 扫码登录王者荣耀，让我帮你上分。中午呀，摇一环，对，再猜点嘛。哇塞，太性感了。sexy 吗？哇哦，妹妹，非常性感，非常妖娆，姐姐，哇塞，家们，闽月武则天，真不假不？花木兰错。哇塞，这个招牌动作，家人们猜猜猜。我今天是迷人的妲己，主人让我为您上分吧。一个呢呢，谁带带这不有？你带侬，我的心侬爱的哦。